Are you ready?
读呢？还没拿到的举手。哎，很棒，好的，阅读女仆咖啡的本店在台湾的哪一个城市呢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已经成立18年了，到底在高雄的哪一个地方呢？是在高雄还是台中还是台南还是台北呢？我们举一下，准备来，一二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不要碰它，一二三，来，穿浴衣的大小姐，我们总店在哪里？大声告诉我。高雄哇，还说到火车站前面，太棒，来送给你。太好了，来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我比较难一点哦，我们阅读咖啡最新开的火锅店是在捷运的什么站出口就看得到，捷运什么站哦？一二三，哦，好来，什么站？火车站捷运，没错，送给你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的表演哦。那我们再来的歌曲呢？没错，讲到夏恋高捷动漫季，那一定要来的就是跟高捷、跟高雄捷运、跟高捷校友有关系的那首歌曲喽。接下来歌曲呢，会准备带来是下一站与你。那如果会跳的主人的话呢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同乐哦。这一方的旅程，在月台骑着的雀跃的心。
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，是我们倒数最后两首歌曲哦。大家想看到更多女仆的表演，千万不要错过阅读女仆咖啡的任何一间分店，都可以点选女仆的现场表演。每个礼拜呢，每个月都会不一样特别活动。那这首歌曲风格不太一样，那请准带着这首歌曲将进酒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
我们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有的演出的女仆。对，好的好的，相信主人应该很想要认识认识一下。那我们今天为了让主人方便认识呢，特地都佩戴了不同颜色的领结呢。好，那我们李丽，我要从这边开始。好的，那么我是运动咖啡的 Tinoco 求职耶，是最喜欢超买的 Tinoco， 要来许多年轻吗？最后一首歌曲，由米由米来演出。那我们女仆们也会在各种咖啡各店等候着。